如何制作键盘清洁器？我们每天打字都要用到键盘，可是键盘上的凹槽里布满了灰尘和脏东西，还有看不见的细菌。今天几分钟网就教你如何制作键盘清洁器。你将需要一张名片，一个双面胶。第一步，将双面胶贴在名片底部。名片两面都贴上。第二步，撕掉双面胶的壳。第三步，将名片插入键盘，来回进行刷卡式运动。第四步，清理每个角落。键盘里隐藏的垃圾全部被清理出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据英国有关专家报告，最脏的键盘细菌数量是正常情况下细菌数量的150倍，相当于肮脏的厕所里马桶上的5倍。